使我胸襟，何沙飘我影中，云再飞去，月却不去，仍得一身清风。尘沾不上心家，情牵不到此心中，来得安去也惬意，人生忧说苦痛，聚散匆匆莫牵挂，未记风波中惶恐，就让浮名轻拍叶落，千山我独行，不必相送。啊杨总，彩楼香，你坐下我好唔好？你已经一日一夜冇出个声啦。嘿，嫌疑啊，你出边啫？我已经人通知咗你噶啦嘛。嘿，我而家好想同佢倾偈啊。是我不好，救不到蓉蓉。蓉蓉姐，蓉蓉姐，大哥，张大哥。彩楼香，你听我哋讲得唔得？你而家唔应该饮酒，多啲休息，
医翻好个伤。楚大哥，你中咗剑，又点会唔使医呢？一个患咗绝症嘅人，仲使唔使请大夫啊？你冇患到绝症，胡铁花，你错啦。大哥。 我系一个就嚟死嘅人，你唔好讲埋啲咁嘅嘢。知唔知？胡大哥好肚饿噶啦，快啲整嘢俾大哥食。我唔食。陈乐香，如果你唔肯医好个伤，我就饿死都唔食嘢。咁你又何苦呢？ 做咩？楚留香，你咪咁傻啦！我想静静地喺度谂嘢啫嘛。但系，楚留香，如果你仲将我当系你个好朋友嘅，你就冇咁傻。如果唔系， 如果唔系，我呢世都唔怨啦你。
胡大哥，咩事啊？田二，柳木梅姑娘嚟咗。胡公子，柳姑娘，楚公子呢？佢仲喺坟前，佢唔肯落嚟。佢仲想做埋啲傻事。楚大哥今次受咗大打击。系啊，柳姑娘，你点会嚟到呢度？我听见苏姑娘嘅死讯就即刻赶嚟，玉娴本来都话要嚟嘅，但佢阿爹病咗，佢唔嚟得。你嚟都好，起码都多个人可以劝下佢。不过我睇都系冇用，佢已经万念俱灰。我哋唔可以睇住佢毁灭自己嘅。我知道，但我已经冇晒办法啦。而家唯一嘅办法就系鼓励佢，等佢有翻做人嘅兴趣。系啦，呢件事未发生之前，你哋办紧啲咩事？我同佢查紧只手嘅秘密。冇错，我可以用呢件事嚟到刺激佢，等佢知道自己仲有好多嘢要做。嗯，田二，你陪住柳姑娘先。乜你嚟咗啊？楚公子，坐落去。你仲记唔记得呢把剑？一点红用过。好彩你仲记得佢。你嚟到，有冇喺蓉蓉嘅坟前拜祭佢？我去过，楚公子。你唔使讲，节哀顺变嘅说话。对我冇用，楚良香，讲翻呢样嘢先。嗱，用记得呢把剑，应该知道我哋追查紧嗰只手嘅秘密噶。嚟，继续追查落去。我唔想再管闲事。楚良香，你唔再管闲事，点样叫做楚良香啫？想做楚留香，如果我是一个普通人，你不可能捉在我身边。我哋仲要同嗰只手嘅秘密组织决一生死噶。今日何必？就算我做好呢件事。人哋只会赞我几句，有边个知道我系付出咗几多代价？又唔会再翻生，玉娴亦都唔会再翻翻我身边。楚留香，你可曾经谂开？唔知从我一生之中。究竟做咗几多件事，系真真正正值得去做？楚公子，做乜咁消极？我唔系消极，我只系觉得好攰，我需要唞，我需要安安静静咁唞。嘿，楚留香啊！你招呼柳姑娘，我出去静一阵。楚公子，柳姑娘。好多谢你对我的关心。我追出嚟，并唔系想同你讲几句安慰嘅说。
你记得吗？你是我的救命恩人。我一生之中救过好多次人，但是偏偏就救不到蓉蓉。如果有命运的话，他根本就在捉弄紧我。我就是想跟你说，如果真的有命运的时候，那我以前的命运比任何人都差。石观音怎样虐待我们你都知道，但我鼓起勇气面对现实，结果刘姑娘，我根本不可以和你相比。你付出了很大，但是你得到的也都不少。你身边不是有个李玉巧？他们在我身边的时间实在太少。但是你还有我们宋姑娘胡大侠。你们是我的好朋友，但是不可以取代玉莲。不过不要紧，我就来再受这些折磨。蔡公子真的受了很大的打击，刚才他讲说话已经无伦次了。再这样下去大哥不好危险，如果被他再在这里住下去，盗物之人，我怕真的会有问题的。那现在怎么办？一天最衰都是我啦，总是想不到办法帮他。最好俾佢离开呢度一段日子，等佢慢慢平复翻先。去边度？如果两位唔嫌弃嘅说话，去永翠山庄住一段日子好唔好？你认为点啊？如果可以救翻大哥嘅，边度我都肯去。咁就咁决定啦。诶，唔得，我突然间醒起。他可能不肯跟我们去的。是他实不肯离开这里。不要紧，我有办法。什么办法啊？我们用岩弓。想做咩？点解点咗我穴道啊？你哋想带我去边啊？你听我解释啊！我哋打开我穴道，蔡公子，我哋想同你去永翠山庄度住一段日子嘅。所以就敲我瞓着咗，点咗我穴道咯。大哥，我哋惊你唔肯去。我当然唔肯去啦，刘姑娘，我冇心情同你游山玩水。再见。楚公子，我一定要走。出去。大哥，
胡天花，你咁都仲算系我朋友嘅？我哋都系想你好啫，点解唔同我商量在先呢？系我唔啱。坐低啦，同我饮杯。你唔好再饮。酒鬼劝我唔好饮酒。你呢两日实在饮太多。我飲得太多，但是酒太少，夠我飲啫。飲啦，啊？蓉蓉，夏大夫，胡大哥，你翻嚟，老姑娘，你挂住老爷嘅病，翻翻永翠山庄。讲到，怎么连酒都唔饮？呢轮饮酒，做乜得痛快？饮酒唔痛快。饮嚟做咩？你瘦咗好多。你唔使理我啦，仲系谂下有咩办法帮楚留香啦。有一样嘢我真系好担心。咩事？楚大哥成日都话要以一死嚟向佢师兄谢罪。头先柳姑娘同我讲。话楚大哥向佢表示过，唔使几耐就唔会再受痛苦。我真系惊。你惊佢会？唔会，佢应承过我，佢唔会。楚大哥，我而家要多啲陪住佢，唔好等佢成日都单独一个人先至好。我要最靓嘅石碑。啊，有有有。我要两块。哦，请过嗰边睇下啦。客官，呢两块最靓啊！
呢度咁多够唔够？啊，够啊够啊，唔使咁多。算了，银两对我已经冇用。出来！啊，我咪同你讲过，我要静静喺度谂嘢。唔得，今次我唔可以再听你讲。蔡留香，你应承过我唔做任何傻事噶，你而家反口，你咁对朋友仲算有口齿嘅？我对我师兄有口齿。可能今次冇牌。但是在一夜之间，他竟然杀了两个。两个都是他最亲的人。不是，蓉蓉不是你杀的。是我杀的。丁铁干死有余辜，不关你事。但他罪不到死。我应该向他谢罪。你不需要向他谢罪，他是杀蓉蓉的凶手。不是他杀蓉蓉，楚留香，你癫了吗？爸，以后不要喝那么多酒了。酒虽然是好喝，但是到底都是穿墙之物。你不用说，总之有我胡铁巴在生的人，我就不让你做出任何傻事。我要做的事没人可以阻止我。客官啊，好靓女儿红啊！客官啊，盛惠三钱呢？冇带钱，翻下盏攞俾你。诶，你一行咗去，仲会翻转头嘅？喂，冇钱冇人饮酒喎，哼！唔交通嗰啲唔得嘅。喂，钱俾钱冇理由。老板，有事慢慢讲啊。仲有冇讲啊？除非你同佢俾钱。几钱啊？三钱啊。
算你好彩。旧时我成日想明月楼赎你，估唔到今次轮到你赎翻我。坐留香，你点会变成咁？楚留香，点解你一定要同我作对？田儿，再继续咁落去，我真系冇法子可以阻止到佢。算阻止到，我救翻嘅，只不过系一个冇用嘅人。真正嘅楚留香已经死咗。唔好行。你不可以这样养。胡大哥，我没有软弱，真正软弱的人是你。你说真正的楚大哥已经死了，是你自己首先绝望先的。我软弱，好，我想尽方法都要救翻楚留香。大爷啊，啲花冇水，水好快死噶。边我俾啲水你啊？我冇带钱，不如我玩啲把戏你睇下。弹子成功啊！唔通你系楚留香？你真系楚留香啊？做咩？我想拜你为师啊！咁你想学啲乜嘢？梗系弹指神功啦！我要跟你学一套绝世武功，威震武林。你都系唔好学武功。点解啊？因为啲江湖侠客，多数都系冇好收场。咁学乜嘢好啊？学一门手艺，譬如学下点样炒栗子会俾人炒得香啲，咁将来都可以摆个档。我唔中意买栗子，我要学武功。
知啦，原来你唔系真嘅楚留香，唔怪之你唔识得教我啦。你讲得啱。买新衫。仲有，我要一块布，我嚟包扎伤口用。大哥，你终于都肯过翻啲正常生活啦！买啲嘢翻嚟再讲。哦，来哥。大哥，你睇下你终于都变翻同以前一样啦。你出去先，我想换咗呢件衫。哦。大哥啊，点解你肯过翻啲正常嘅生活嘅？我唔系话要过正常人嘅生活，咁我只系想换咗套衫，佢着得整整齐齐，向我师兄嘅墓前以死谢罪。大哥，话我系一个合格。合合不可以跟他再有感情，所以我要以合合的身份去到他的墓前，去到墓前以死者在九泉之下告诉他，我合合已经死了，我可以跟他再做师兄弟，大哥不好，你不要死，我不让你死，你大个女的了，不要再感情用事，我出去先。夜难静，风霜湿我衫，月明亮，骨
朝离群啊，千杯酒醉，我带泪问永别人，那日梦里话是缘分，相识到剑家是情分，不怕风危难。